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谢峰已经抵美履新。大使是中美两国沟通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，希望美方为谢峰大使履职提供支持和便利。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。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，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，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，加强对话、管控分歧、推进合作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、稳定发展的正轨。